What's up？ 臭屁信新港舞者。Hey yo， 现在是妈妈乐的影片宣传时间。对，现在下雨。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我们的赞助厂商性感舞者。耶、yeah ，那我想访问他你几个问题啊、嗯？对，因为其实你在做性感舞者这个牌子，你一开始是从街舞圈开始。是。那你现在其实做很多衣服，也慢慢触及到不是跳舞的人士都会穿你的衣服。对，那这一路走来，你的坚持，对于你的坚持这条路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就是年轻人们？对，最主要就是触及你的衣服有没有办法触及到任何路人，这就是我的概念。所以当初我也是希望让路人知道我是跳舞的而已。现在呢，我淋着雨就是要做你衣柜里面最勇敢的衣服。OK OK， 他真的是蛮幽默的。那他的臭屁信你们应该没有人不知道。对，那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其实妈妈乐现在办在第四届在基隆办，那其实你本身也是基隆人，那每一届你都有参与，那赞助的话也是没话说，都会赞助。Yes。 那对于妈妈乐这个活动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当我还小的时候，第一次去参加妈妈乐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活动。我看到大家了的一个家庭的感觉，一个 family 的感觉。那时候我跟他们还没那么熟啦。那真的认识雨贤之后，我发现雨贤是一个很屌的，只是有点懒惰。但这部分我们会再磨合一下。对， okay， 再磨合 ，OK 的。OK， 发的布发科。那我觉得现在是第几届？第四届，第二十届的时候，我们要含饴弄孙的跳这支舞，出一个比赛，一起来表演，穿着 fresh 的球鞋，跳着 fresh 的舞。九月五号，你也来 fresh 一下吧。OK， 9月5号，妈妈乐 ，Mother Funk， 等你哦。